北灯节，福到台北，金 Happy。部分是由李明道老师所做的设计，而这首歌曲就是大家所熟悉伍佰老师《你是我的花朵》。是不大了，为您所呈现的是白鸽花，以截取80年代的非常知名的设计大师李明道老师的电脑艺术作品，搭配台湾摇滚先驱伍佰老师代表作《你是我的花朵》。从2月26号礼拜五开始到3月7号晚上7点到晚上11点，每30分钟进行3到5分钟的声光秀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这次特别加入不同节奏，搭配音乐播放，展现艺术风格。再度邀请。